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球杆来接起来看一下啊，这一款是 DBA 的无为职业级别的打杆啊，这个球杆绝对可以叫做职业级别里面天花板一样的性价比啊，不管是它从它的外形来看啊，外形，然后呢还有它的弹性，来看一下这个顶级前肢的弹性，哦，太爽了吗？感受到了没有？我轻轻的一敲，你看它震这么久。这种球杆拿出去打杆法呢，可以说是就两个字啊，轻松。你这样子拿个两个指头这样子往前一送，这个球呢就跟加了弹簧一样，啪就出去了啊。所以好球杆它是能够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技术啊进步更快一点点，因为它的这个发力这个省力，然后你的动作就容易就是不容易变形啊，明白吧？然后这根球杆呢货不多，因为这批生产呢也就是十几根而已，然后这批卖完的话可能是又等上大半年那种，因为这个球杆生产周期时间真的非常长啊，如果有喜欢的靓仔可以直接拿下啊。